稍等一下哦。
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三碗饭最主要是以下的锅巴跟上面那东西掺起来吃，然后上碗再放下来，然后锅巴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前面也会一些有些我们叫薄锅巴，可以直接用搓的方法这样子搓起来，但就可以吃了。然后正吃的时候，帮我先从前面这边这样吃到后面。谢谢。也很想大家，我今天只发了一封信。